仪表开关安装视频，然后第一步先把这个装上去，装好之后，然后把接线头插上，接线头插装上之后，然后装刹车把手。刹车把手装好之后，然后把它折回来，折回来之后装把手套。装好之后调好合适的位置，然后把这里螺丝拧紧。这个螺丝拧紧之后，然后把仪表调好位置，然后把仪表螺丝拧紧。拧紧了之后就更换完毕。